道的频道，今天的这期视频来和大家聊包包。我知道很多宝宝都想让我出关于包包分享的内容，然后呢，我今天特地呢就是拿出八只包包来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这些包包呢是有我最常用的，然后呢也有我最喜欢的，还有就是我最新买到的，以及还有那么一两只是我今天才刚刚拿到手的。然后呢，全部都一口气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这些包包呢，从上万元的一线品牌到千元级别的轻奢品牌，再到百元级的国内的设计师品牌呢，全部都有。这期视频可能会比较的长那么一点，大家呢是可以边吃饭的时候边看哦。 OK， 废话呢就不多说了，直接就开始今天的内容。第一个要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支圣罗兰在今年夏季新出的一款马鞍包。这支包包呢，我觉得算是圣罗兰他们在这几年来出的一款最有意思的，而且呢也是跟他们以往风格差别最大的一款包包了。因为圣罗兰它其实很少有出这类型的马鞍型的这种腋下包的，而且这支包包呢在今年的这个 Eggbag 的这个排行榜上呢，我觉得是绝对占有一席之地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这个重点可以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包款了。这只包包呢，它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它的包包包身就是这种很圆润的马鞍形状，然后呢是包身的这个五金呢只有两个部位，第一个呢就是它包身的这个 YSL logo 的这个五金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形的这一个包扣的这个设计。这个包扣的设计呢，它非常的精致，如果说把包包挎在身上的时候呢，它在腋下的时候它就正好是五金是朝着人的正面的，即使说看不到 logo， 只看到一条很细的这个肩带呢，再有这个方形扣的装饰，其实都是很精致很高级的。然后它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只包非常有仪式感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的包包其实这个包扣的这根皮带呢，它是从背后延伸到正面的，之后呢包的这个下面的这个部位呢，它是有个小小的扣眼的。 YSL 的这个 L 字的 logo 呢，它就是可以这样子穿过去，就等于是把这个包包给扣住了，非常的怎么说呢，每次我在抓取东西拿东西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有满满的仪式感。然后它的内袋的夹层呢，其实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内袋，它可以基本上是装进我们所有日常生活用的东西了。这只包包非常的 chic， 也非常的高级，它跟我的气质完美的契合，特别适合用来搭配像是牛仔衬衫啊、黑色的丝质衬衫这类型的单品，再加上一条牛仔裤就特别的完美了。它可以把那种非常标志的法式风格、巴黎左岸时髦女郎的气质很完美的展示出来。这只包包呢，是我所有圣罗兰的包包里面唯一一只我觉得花正价在专柜里面买不觉得亏，而且呢还非常满足的一只包包。因为它13900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在圣罗兰的包款的这个价格里面呢，我觉得是偏中低的，所以说呢去入手它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第二呢，就是这只包包因为它的外形不会是那种太方正的嘛，所以说把它拿来搭各式各样的衣服或者说不同的风格都是可以契合的。第三就是它的实用性很高，它去抓取或者说呢拿东西的时候呢是很好拿的，有时候我都不会是打开这个皮条拿，直接呢就是伸手从左右两侧去取东西都可以了。不过呢这只包包它也是有两个还蛮明显的小缺点的，第一就是这只包包呢它是这种雾面哑光的这种 box 皮，所以说呢它还是会很容易的有划痕的。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呢，尽量还是要去注意我们的指甲或者说一些比较锋利的首饰会不会划伤包面。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包包呢，它有时候可能就是在坐车的时候啊，遇到什么急刹车啊或者什么的，装东西在里面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这样子倒出来，倒出来的时候呢，粉饼或者说一些比较光滑的东西，它就是会顺着滑出来那么一点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包包呢包身其实是比较软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去装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装那些奇形怪状的，还有就是那些可能会破坏包型的这种物品。同时在保存的时候呢，在放到衣柜里面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记得去塞入一些纸垫保持包包的形状。除了这三个问题之外呢，我觉得这只包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然后呢性价比极高的选择了。如果说大家在今年是想要去买腋下包，然后呢看腻了像是司令啊或者说一些
Gucci 的这种比较过于复古的款呢，去看这一支，我觉得是一个蛮聪明的选择。下一支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支我在今天录视频早上的时候才刚刚拿到的一支包包。这支包包呢，我标签都还没来得及拆，然后它里面的这个重东西我都还没来得及拆，我就拿出来来和大家做分享了。它就是 Celine 的这个凯旋门老花的这个托特包。这支托特包呢就非常的适合，就是拿来商务出差，或者说呢去谈一些项目的时候拿来装合同啊、笔记本电脑啊这些东西的时候用。它的这个包身呢就是这种老花帆布的，非常的抗造，而且呢非常的耐磨。它的这个尺寸呢是还蛮大的，基本上可以容纳所有你想要放的东西。一开始看凯旋门的这个老花呢是有点不习惯的，但是看久了之后觉得它是蛮高级的，拿起来也特别有古典的气息。但是我觉得它有那么一点点画蛇添足的地方，就是这个大大的 Celine logo， 我觉得会有那么一点土气。所以在日常实际生活使用的时候呢，可以把没有 logo 的这一面朝外，然后有 logo 的这一面朝内。它特别适合拿来做日常通勤或者说外出办公使用的办公包，可以放进笔记本电脑、 iPad Pro、 书本和日常常常用到的那些杂物。总的来说它的实用性是特别高的。如果说大家是想要买一支万元级别的这种老花托特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又觉得 Louis Vuitton 的这个老花呢过于的烂大街了，或者说呢看腻了，那么我觉得 Celine 的这个老花的托特包呢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 OK， 分享完了国外品牌的包包了之后呢，再来分享几支国内做的非常棒的这些设计师品牌的包包。第一个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的新宠 Amazing Stone 的一支鱼头系列的鱼塘包。这支包包呢，刚开始我在官网上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支包包是还蛮普通的，就是想说拿来搭配一些比较浮夸一点的造型的时候拿来做装饰用。但是当我收到了实物了之后，我真的是震惊了，它的质感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这只包包呢，它是那种非常有质感的这种水波纹的皮面，而且你不敢相信，就是这种百元级别的品牌，它都可以把包包的这个品控和质量做得那么的好。手呢摸上去了之后，它这个水波纹呢是那种非常细密的，然后呢非常扎实的这种感觉的。然后呢把包包打开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夹层，同时呢还配有一个小的这个肩带是可以挎背在身上的。然后呢把包包转过来了之后呢，它这里是有一个很像鱼头的这个小彩蛋的，就是来呼应他们这个鱼头包系列的这个名字。这只包包呢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是拿来手拎，然后呢拿来去做一些凹造型的这些 pose， 就拿来展示，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这只包包的配色呢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清爽的，它就是通体是一个白色的，然后呢加上了黑色的油边，还有这种黑色哑光的五金，所以说呢拿在手上的时候呢是特别有英气的，而且是非常年轻非常清爽的。我觉得它很适合在秋冬的时候拿来用，大部分人会在秋冬的时候去选择那些黑色啊、棕色啊、墨绿色的包包，那么你在秋冬的季节配一只黑白配色的包包呢，会让你瞬间在乌压压的人群里面变成最亮眼的那一个。我会用它拿来搭配一些 oversize 的西装或者说素色的衬衫，然后手拎着这只包包拿来凹造型，也可以是去做一些色系呼应的搭配，或者说不同风格组合的碰撞，搭配同样是黑白配色的西装来跟包包做一个色彩的呼应。另外它还配有一条肩带，把它用来挎背，解放双手做更多有意思的造型和 pose， 都是特别有趣的。下一个继续要来和大家分享的也是 Amazing Stone 的一支他们家面包坊系列的这个斜挎的马鞍包。这支马鞍包呢，它就是集成了他们家软欧包的那个系列的这种色彩非常缤纷非常甜美的，同时呢很软萌的这种感觉。每次我看到这支包包呢，我都会觉得我的心情非常的好。这种不规则切面的马鞍型跟柔软的皮革还有亮色系组合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很柔软的心情，很舒服的感觉。它的亮点在于包包肩带的部位做的是这种圆管状的长肩带，包包的开口也很有特点，从正面的皮贴打开了之后，可以看到包包的内里宽度20厘米的内袋已经足够我们去放日常常用到的东西了。而且它不规则的包身相比于那些方形的包包会更加的能装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喜欢背这种小包但是又爱带很多东西出门才有安全感的女生的话，那么这只包包会非常的适合你。这只包包在搭配的时候呢，是非常推荐大家去搭配那种非常
色彩丰富缤纷的，然后呢风格比较可爱的，比较亮眼的这种穿搭，然后呢再搭配上这种类型的包包呢，整个穿搭就会非常的耀，然后呢非常的可爱。另外呢顺便再来和大家说一下， Amazing Stone 他们家的包包呢都是鼓励男女都可以背的，去看他们的官网呢，不只是有看到女生展示在身上的这个图片，每一款包包呢也都是有男孩子展示在身上的图片的，所以说我觉得非常的棒，他们家的这种男女都可以用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鼓，非常值得鼓励的。然后呢，我也希望更多的男孩子呢，可以就是勇敢的去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可爱的这些包包，去穿出那些更加风格不一样的，或者说呢，就是不带有太明显的这种性别感的这种穿搭。下个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只千元价位的这个轻奢级的这个包包，是一只 Grotto 的法棍腋下包。这只包包呢，在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沦陷了，它就是这种典型的60年代的这种复古款的腋下包。这只包包呢，它包身是比较的扁的，然后呢比较的长的，是那种最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法棍型的包款了。把它斜挎在腋下呢，不会太胀，所以说呢就可以夹着，然后呢这里也是可以露出一点点五金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 chic。 这只包包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它金棕的这个配色会非常的复古，同时呢带有一丢丢奢华的感觉，就特别的适合是拿来在秋冬的时候做穿搭。这只包包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呢，就是在它五金的这个使用了。如果说我没有看错的话，用的是品质还蛮高的黄铜，然后呢它包身的正前面呢，就是有一个他们家的这个非常经典标志性的这个箭头加一个圆圈的 logo。 这个 logo 呢，他们是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出来了，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所以说呢这个 logo 呢算是他们家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有历史意义的，已经有20年的这个非常 iconic 的这种怎么说呢典型的标志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像是包包的这个肩带的衔扣处呢，仔细看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很细心的刻字的，然后呢在这个螺栓的部位呢，同样也是有他们 Grotto 的这个刻印的，包括把包包打开了之后呢，他们的这个黄铜的这个磁吸扣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大的，而且呢也是有 logo 的，他们到底是有多喜欢把 logo 放在他们的包包上面。然后呢这个磁吸扣呢也是很有仪式感的，大家是可以去听它这个声音 top 的一声，非常的有质感。把包包打开了之后呢，它的内袋是一个大的这个夹层加一个小小的这个票据夹，大的夹层呢基本上也是拿来去容纳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杂物的，小的这一层呢我们就是可以放一点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票据啊，或者说一些纸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小小的这些纸类的收纳袋。然后呢这只包包它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那就是它在包包前片这里呢是做了这个卡夹的夹层的，我们呢就是可以放一些门禁卡，然后还有一些银行卡这些东西。另外这边呢它有个小小的内袋，我们就是可以放一点零钱，或者说呢塞两支口红，因为很多人就是用口红的时候，就是买一支口红用了3个月了之后呢就已经花得不得了了，大家呢又是很喜欢这种壳的，所以说我是蛮推荐大家就是把口红或者说一些很容易磨花的粉饼放到这些包包的这种小夹层里面，这样子的话呢你每次把口红粉饼拿出来补妆的时候呢，这个粉饼和口红都会像是新的一样，没有刮蹭，没有磨损哦。这种复古感强金棕配色扁长型的法棍包特别适合用来打造一些复古风格的造型，我会把它用来搭配一些短款的花呢夹克，增加整个穿搭的复古氛围感。当然也是可以去搭配一些比较日常化的穿搭的，像是搭配一件 oversize 的西装外套，再加上一件短袖的黑色 T 恤和黑色的牛仔裤，拎着这只包包出门也非常的有格调。只穿一件上衣的话呢，我就会把它拿来搭配卡其色的狩猎风衬衫。总的来说，如果说你想打造那种很强烈的复古风格，这只法棍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OK， 分享完了几只我新买的包包之后呢，再来分享几只我在日常生活中比较不考虑穿搭着急着要出门的时候使用的包包。第一只呢就是我手上的这只 Speedy 25了，这只包包呢可以说是一只实用性极强的一只
日常生活之中使用的手袋。这只包包呢，就是看着它是很老气的，但实际上呢，这只包包上身了之后呢，会非常非常的帅气。而且呢，我在选它的时候呢，我特地是没有选那个老花纹路的，而是选了这种棋盘格纹路的，因为我觉得棋盘格的纹路呢，它会更加的稳重一些，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实用。成熟一点，特别是搭配一些比较素雅的衣服的时候呢，它的效果是很出彩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就是一些短途的旅行啊，或者说出差啊，或者说到城市周边游玩啊，装一些杂物啊，水壶啊，雨伞啊，这只包包就是全部都胜任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呢，它的这种帆布就是既耐造，然后呢又抗磨，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实在。虽然说很多人都吐槽这类型的包包呢会比较的老气，在搭配衣服的时候呢比较难搭配，但我觉得实际上在穿搭的时候呢，这些都不是问题的。这款包我会更加倾向于用来搭配一些很日常化的造型，把穿搭做到最简化，然后把全身的重点都交给这只包包就可以了。像是我要日常出门办事，只需要穿 T 恤、牛仔裤这些简单单品的时候，这只包包拿来做一个随身的这个贴身包，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下一只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只亚历山大王的一只叫做 Artica 的水桶包。这只包包呢，是我所有包包里面怎么说呢，使用频率应该是Top One 的这个地位的这一只包包了。我平常只要是穿黑色 T 恤的时候呢，基本上都会选择它。这只包包是我在2017年吧，还是2018年的时候，他们家年终折扣的时候，花3000块的这个价格买到手的，非常非常的划算。我手上的这只呢，是这个型号最小的一个 size， 它的包包呢，非常的有他们家亚历山大王的这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街头，非常的摇滚嘛。包包它是这种很软很软很软的这种小羊皮做成的，而且呢我已经用了差不多就是2018、2019、2021，应该从2017年开始，应该是有5年的时间了。这只包包还是跟新的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划痕，除了手柄这里呢可能被我用的有点旧之外。然后呢，这只包包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这种水桶型的这个形状的，把这个链条呢打摊开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很粗的带有光泽感的银链，它的顶部呢就是有一个圆形的环的，是可以把它套在包包的这个上面去收拢它的。收拢了之后呢，这只包它就很漂亮的是变成一个有四瓣的这个包型，拿在手上呢就非常的 chic。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很排斥水桶包的这个单品的，但是在我使用了这只包了之后呢，我对水桶包这个包型呢是有了一定的改观的。当然可能还是因为设计的问题嘛，因为我觉得水桶包它跟我日常生活的搭配呢没有那么的契合，而且我觉得水桶包它不 chic， 然后呢也不干练，就会给人有一种很拖沓的，然后很懒的这种感觉。但是这只包包呢，它是刷新了我的印象的。我手上的这只包包虽然它很小很迷你，但它绝对足够装了，像是粉饼、散粉、口红、手机、纸巾，再加一个护手霜，完完全全都没有问题。它就很适合拿来搭配一些全黑的造型，像是我在冬天穿皮衣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直接闭着眼睛选择这一款包包。这只包包呢现在已经是停产了，所以说呢在他们家是买不到了。大家如果说对这一款包或者说这个型号的这个系列的包包感兴趣的话呢，是可以去搜一下一些二手的卖奢侈品的平台还有没有的。我觉得这只包包真的是亚历山大王他这么多年以来设计出一个比较不错的包款了。现在再去看亚历山大王他们家的包包，我觉得真的就差了那么点意思。 OK， 最后再来分享一款我的这个怎么说呢，跟我陪伴了非常非常久的一只包包了，就是 JW Anderson 的这个经典的 logo 船锚包。这只包包呢也是我很多年前买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买它的时候呢，我的工作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稳定，然后呢我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这只包包是我一直很喜欢的。那个时候我没有钱嘛，我还是咬着牙把这只包包给买了。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还是离不开要用包包来慰藉我的这个什么，所以说我觉得这只包算是见证了我人生中现阶段人生中一个比较贫困交加时候的一个
见证包了。然后呢，这只包包就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在那个年代，设计师品牌里面非常热门的这个 Egg Bag。即使是放到现在，这只包包拿出来使用呢，我觉得它依旧没有过时的痕迹。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 JW 的这个 logo 的这个口盖包的这种款式，然后呢搭配了一个很扁、很长、很扁、很粗的这种肩带，就是特别适合是拿来手拎的。大家可能以为它的这个长度是可以挎在腋下的，但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日常拿来手拎就很不错了。另外，它还是配有一条细的这个金色的链条的，但我很少会把它拿来穿过搭配链条来使用，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灵魂的拎法就是这样子拎了。这只包包呢，我已经用了很久了，然后呢存放的时候也是没有太注意，所以说呢导致它这个包身呢是有那么一点点变形的，特别是它的前片呢已经弯曲了，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细小的折纹。这只包呢在搭配上面来说呢是一个万金油的这个角色了。一般来说，我会把这只包包用来搭配我衣柜里面所有蓝色系的衣服，因为我觉得蓝色的衣服就是要配蓝色的包包才好看，像是一些蓝色的条纹衬衫啊，蓝色的西装外套啊，再搭配上这只蓝色的包包，就可以让我的穿搭主题感更加的完整。这只包包呢现在已经是有一定的年份的了，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呢，我是很推荐大家去一些二手的平台去购买这只包款的，它的价格品相很新的这个包款呢价格也都差不多就是2000块到3000块就可以拿下了。它的配色是非常的多的，我个人会推荐去购买像蓝色、黄色、红色、橙色一些非常鲜亮的颜色，把它拿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搭配衣服的包款，我觉得是很棒的选择。黑色的话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没有那么出彩了。 OK， 今天的包包分享呢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在买包选包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性消费，不要去盲目的购买跟自己风格不契合的包款。大家是在买包选包的时候呢多看看、多比价，然后呢多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情况呢去消费。 OK， 不知道我分享的这八款包包里面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赶紧在公屏上打出来，还有在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我的内容记得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改天再见喽。